节目中，我们得知这对上海典型的中年夫妻陆先生和陈女士一直过着令人揪心的生活。妻子陈女士始终怀疑丈夫在婚姻中出轨了，而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却从丈夫的口中得知，妻子在三年前也和自己进了同一家保险公司工作，这真是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那么，妻子陈女士不会是为了监督丈夫的一举一动，才去了丈夫工作的保险公司吧？我分析有份工作啊，对吧？我有工作，不是背了是我没工作啊，对吧？我本身我是不希望做保险，对吧？并且我搿辰光侬晓得个，世博重启辰光相当多的单位侪没了。并且我也搿辰光回来了。那么搿桩事体出了以后，一零年伊拉搿个叫啥个是老师？好吧。老师招我进去，不是伊招我进去啊。好。伊晓得我进保险公司了，伊像疯了一样的开始拿我保险书擦脱。那个我搿辰光晓得，拿床翻脱，沙发翻脱，拿吃个酸奶啥物事夺过来。辣保险公司，因为我伊拉老师叫我读书，我去看啊，碰着伊，一把拿我拖出来，辣马路高头啊。人家跑过，伊手指了我，啊，捂了我，伊讲搿是阿拉老婆有毛病个，伊讲我今朝没办法，伊讲我只好蹲辣搭陪了伊，陪了伊啊，对伐？跑过一个人就搿是搿能讲，等人家跑过没人了，伊就跟我讲，今朝伊讲啊，要么阿拉离婚，啊，要么侬先，要么我先。其实，在调解前夕，我们就已得知这夫妻俩的矛盾早就有了。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人早在结婚初期就发生过很严重的矛盾，虽说两人结婚已经长达20多年，可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却一直不是十分的融洽，而这隐秘的关键原因也可以从我们对妻子陈女士的一段场外采访中获悉。啥时候一家庭暴力要维护我妇女合法权益，介许多年数下来了，我被家庭长期的家庭暴力，我精神上头受折磨，肉体上头受痛苦，对吧？我搿只手指末头侬看有点变形个，搿高头，对吧？那搿只关搿只，那拍勿出来是吧？搿只关节大呀，对吧？是边上，长期是变捏了个。看似文质彬彬的丈夫陆先生，真的是长期对妻子施暴吗？而早年间，妻子陈女士又遭遇过什么令人发指的家暴事件呢？阿拉从结婚4个号头开始，我就受到了家暴。我怀孕2个号头，伊动手打我，是我第一个小女儿，对吧？搿辰光，因为侬晓得个，搿辰光的人，搿个就讲思想是老陈旧的，对吧？也有人劝我，伊讲侬搞伊离脱是，包括阿拉当头的领导，伊讲侬搿小娘落脱了，伊讲侬搞伊离脱伐？但是搿辰光我想，人家总归要背后要指指点点，对伐？搿啥人喏，离婚了哪能，对伐？我承受勿了，葛末就讲通过单位调解，对伐？伊也保证有得保证书。陆先生啊，刚刚怀孕2个月的时候发生过一次肢体冲突，说孩子也流掉了，是这样一个情况吗？有这桩事体。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你会打了他？因为这桩事体也是就讲，迭个辰光也是年纪轻，对伐？也勿懂啥事体。葛末。是辣九零年左右辰光，葛末阿拉刚刚结婚，是4月份结婚的，葛末7月份伊讲怀孕了，葛末我迭个辰光也勿晓得了，对伐？葛末迭个一天呢，伊讲侬也晓得个，伊讲乡下头伊讲迭个辰光侪是没电视机个啦，伊讲菜，伊讲我屋里向有只房间里向有只菜地，有只菜地呢，阿拉侄女告是阿拉娘家头，伊讲要看看电视啦啥，看嘛看了蛮晚个。看了太晚呢，又讲10点多钟看到太晚呢，又讲影响伊休息了。但是我想想呢，迭个辰光我想想又讲老，阿拉老娘又讲也是，又讲为了我结婚又讲屋里向几乎侪是全部支持我的啦。最后呢又讲买了只彩电呢，又讲也被享受，难搬上来看电视啊。迭个辰光我住辣楼上，伊拉住辣楼下头嘛。搿么迭个辰光伊眼睛勿拨伊拉看。勿对个。晓得伐？又讲一直又讲讲闲话又讲啥意思呢？又讲。伊讲等于伊讲好结束了啥伊讲迭个物事，葛末我也心里有眼想法。后来呢，伊讲动手打了伊，迭个是我错啊，我是在承认错误。迭个你这时候知道她怀孕了吗？迭个辰光是已经晓得了。你已经知道了，你还打她？啊。打了她哪里啊？当了女方呀。那等一下，我们听听看这个陈女士说说看，当时情况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杨老师。嗯。我那
虽然讲你搿个道，阿拉娘对我是非常是喏有家教的，不是没有家教的，也勿是他说的是十点钟，看到是十一点钟以后了，伊拉娘下去了，就两个小的辣辣高头，葛末我是想小的辣辣高头嘛，小的嘛对伐？还要明朝嘛，又是讲功课啥么，过了我就跟人讲了，我讲是勿是喏，我叫伊名字啦，我讲侬电视机是勿是关了？因为十一点多了啦，我告伊讲了三遍。伊如果讲勿关，我勿会得去关。伊问了伊三遍个前提下，伊没反应了，我关了，关了电视机。伊搿手推了我床浪向，打了我六只耳光。他当时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反应呢？为什么没跟他说不要？反正搿桩事体就讲已经老是非常长远的事情了，二三年以后的事体了。反正我一直讲，我迭桩事体是随便侬哪能讲，真个是我做错脱了，是我错脱了，对伐？对伐？我一直承认这个错误的，我一直是我做错掉了。但是辣辣阿拉儿子怀孕五个号头，搿辰光伊第二次又动手打我，为了啥么？为了伊用好一只代孕棍。为何在之后妻子怀孕五个月时，丈夫陆先生还会动手打妻子呢？而这次是因为一个痰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五个月的时候。怎么会又因为一个痰盂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是就讲是也是做服务性行业的，对吧？早浪向出去蛮早，伊用个早浪向我上班去了，伊自家用好的痰盂罐，对吧？一直到我夜里向回来还没到，因为我不晓得，伊晓得早点讲，搿么我日历我也去倒脱了。但是到我夜里向，因为天热嘛，搿么我发觉侬晓得个，阿拉是喏，因为尤其是五个号头喏用勿下去，搿我就跟伊讲了，我讲侬是勿是去倒脱脱？伊不肯去打我推伊，伊就打了我，打了我一家子一块青搿脚浪向，比我现在搿张照片高头还要结棍。好，那么这件事情我也问问看，这个陆先生，当时是不是也发生过？因为这桩事体呢，又讲我原本来又告伊讲清爽了，葛末阿拉农村里向呢，一般性侪是倒马桶的，马桶呢又讲一天倒一趟。伊又讲，迭个辰光又讲，我告伊讲，侪讲清爽个。农村里向倒马桶里，一般性侪是女同志倒，女同志倒不人家讲起来没出息个，或者哪能个，伊讲侬也要原谅我，对伐？葛末我讲侬一只马桶至少要跟我倒脱伊，对伐？伊讲别个事体叫我做，我打衣裳啥物事，反正无所谓个。只马桶能跟我倒脱伊，迭个辰光伊勿拨，伊讲勿准我用马桶个，伊讲用痰盂。葛末侬也晓得，介小只痰盂，伊讲弄勿弄，伊讲洒泡水也要洒满了，对伐？葛末迭个辰光又讲我讲用痰盂可以啊，又讲侬倒，也是侬倒对勿啦？葛末迭个辰光又头呢，为迭桩事体，又讲，这个我觉着也蛮后悔个，因为又讲从小生活习惯侪是用过用马桶个啦，用痰盂啦啥用勿惯个。葛末后头来为迭桩事体又个，葛末我也又讲推我弄我嘛，我又讲立起来又讲，等于又讲，又脚浪向拍了一记。打了一记嘛，又讲女同志一打又讲，侪是要像血小板减少一样的，又讲又轻了。就打了那么一下是吧？啊，对啊，这个。那后来谁去倒痰盂了呢？还是我自家去倒，搿是一点。哎，杨澜老师并不是他所说的，伊拉阿哥、大阿哥，马上倒了，对吧？勿是，并勿是伊讲的。过了，伊搿个辣辣伊脑子里头，就是讲搿风机意识是相当浓的。阿拉领导讲过伊。搿我再问侬一下，伊后头来打过侬伐？有啊，经常性吵，后头就是推搡，是吧？他是推打什么？是推推搡搡这种肢体冲突有的，他有没有还是这样打你？那么后头就是手捏我手呀，那我这手比硬的呀。捏过你的手？啊，就那么经常性，很我就是捏我手呀。我也不是讲告自家有讲打人有讲引理由啊。伊讲我打人肯定是不对的，我脾气是不大好，有可能有的。但是侬也有讲，我觉着有讲侬也就不会得做丈夫娘夫的。因为一个夫妻两个人吵架嘛，总归有讲双方要推一推的吧。一讲我在大家也妥协一下，啊，有讲搿么事体，有讲没了。我觉着有讲侬趟趟有讲情绪激动的辰光，侪是推啊、杀啊、扭啊，侪来个。对吧？弄到后头有讲事体越弄越大。对吧？我侬去可以了解了解我搿个人，我从来勿跟人家吵相骂，并且勿要讲屋里来，对吧？伊讲是当时有，我现在想起还有，对吧？辣搿个叫啥个九四年九五年辰光，对吧？为了房客跟人家搞不清爽，后头是辣马路高头公开打的。早年间，丈夫陆先生竟然曾和一个房客搞不清楚，那么这个房客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呢？丈夫又为何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打妻子呢？
这断断续续的话语背后，又隐藏了一段怎样不堪回首的往事呢？独自居住的丈夫为何会出现种种怪异行为？伊居然拿只取暖器照了个床浪向，搿叫啥穿？又穿了一条三角短裤啊，高头是一被网带挂了里头，搿叫啥？床高头有只头发，长头发。出轨家暴23年的丈夫是否还有冤情？我就觉得，侬将自家守牢底线，绝勿举起侬的拳头，可以了。广告后请继续收看《丈夫出轨23年，我却总也抓不到》下集。怕上火，更多人喝加多宝，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配方正宗，当然更多人喝。怕上火，喝加多宝。好新鲜啊，采摘新鲜茶叶。新力顿乐活三角茶包，包住新鲜味，清新茶香，鲜爽口感。新三角茶包，包住新鲜味。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也在用心。我们选用进口的白蚁鸡种，使用自动化的设备，给予它们健康的成长环境，认真的照顾，在不同成长阶段用不同的饲料，不加激素，不乱用药。林德饭店，我们用心让您安心。科学养殖，不加激素，肯德基为您严选放心鸡肉。在美国，猝死的这个病人救活率有40%，在中国1.4%。面对家人疾病突发，你是惊慌失措还是冷静应对？老公，你醒醒啊！这个手摸了一下，我觉得摸到了一个洞。救护车到你家是20几分钟，救命的黄金时间大概就6-7分钟。如何在黄金时间实施自救？急救不容等待，你也可以抢救生命。美妙的音符，华丽的舞步，15个国家和地区，52台节目，2000多名艺术家齐聚沪上，开启艺术的盛宴，共享美好的春天。3项艺术赛事，4个节中节，载歌载舞的艺术盛会，上海市民的欢乐节日，第3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周末我要跟老公去订欧洲旅游，我还得陪我老婆去买进口车，我还要排队买房子呢。那小王你呢？我要去挑战孟丽芳。回复状态，做自己的英雄。4月18日，孟丽芳。爽，相聚就是快乐，爽，爽爽。我爱喝，我爱吃，我爱喝，畅爽美味，快乐上桌。1945年的时候是什么事儿呢？你跟我说说。伊拉也对接着开刀，开刀，葛么，搿辰光阿拉因为阿拉娘是外头借房子嘛，葛么伊拉也开刀，葛么就是讲阿拉娘借房子也比我离我并不远，葛么伊拉娘讲个，葛么伊讲小人伊讲好像意思，搿辰光是对伐？没人领伊讲，早浪向我因为做服务性行业，做两头班个嘛，葛么伊讲蹲了娘㑚娘搭去，但是我蹲阿拉娘搭去，葛么。回来总归就讲半当中不是辣辣屋里嘛，葛末我阿拉娘得个小人弄好嘛，我总归自家屋里向嘛也要卡卡弄弄。对伐？我床高头，搿叫啥？总归被头我也觉着个，被头着了，发觉搿叫啥？床高头有得头发，长头发，对伐？我想我勿困了，该哪能有只长头发？对伐？葛末我就床拍清爽，我想要么今朝没拍清爽，我拍清爽，对伐？第二天再看，第二天又。发觉长头发，葛末辣搿前提下头，我辣想了，我勿困辣床高头，葛末我床浪向哪能有得长头发？搿长头发啥地方来个？对伐？我因为我后头房子是早起来解脱个嘛，
那么我也想了嘛，啥人可能会得上来的，对吧？后头我想着，伊讲有一家人家，伊讲搿个房子没收。那么后头我就想了，因为伊搿个人是外头是包工头，对吧？伊包工头后头是有就讲等于跟人家有一个女的大概拼了个，我就去问伊了。我讲侬搿叫啥？老张，我讲侬好像房子没拨嘛？伊讲侬每家去问㑚老公。那么我就没办法讲了啦。那么我就讲是搿桩事体，我蛮伤心的，因为我高头冷衣裳看得到下头的。那么伊没注意我了。后头过了些，后头搿个人过来了，后头伊就讲了，伊讲哎，伊拉今朝伊拉老婆来寻过我了，伊讲问我要房地。那么后头伊讲㑚哪能啦？伊讲侬50块，伊也提得不啦？听陈女士说话的口气，似乎是想道出一个极为离奇的事实，那就是丈夫可能和女房客发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行为，就因为这些行为的存在，就直接抵扣了这3个月的房租费。那么事实的真相真的是如此吗？我小人安排好困觉以后，我回到自家屋里，我等伊，等到夜里11点钟，伊还没回来，因为我第二天搿叫啥个事，阿拉早班老早了。我早回去了啦，等阿拉娘得起来，一个小孩要困了该嘛，我就回去了。到早浪向4:30，我接的车，搭回去。伊搿叫啥？房间里灯，日光灯开了上上亮，对吧？搿辰光最高温度要20度，最低温度也要10度了。我门一开进去。妻子陈女士一大清早4:30从娘家飞车回家之后，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究竟看到了什么不堪的景象呢？伊居然拿只取暖器照了个床浪向，搿个叫啥个？伊搿辰光勿是有得就是讲是带子了嘛？伊高头是一盘黄带摆了里头，对吧？那我就问伊了，我讲伊门一开进去老惊讶个，伊讲侬哪能会得搿会得介早来？我讲是呀，我要问侬呀。我讲侬下头搿房地，我讲伊讲拨侬了，我讲了下头去问清爽，对吧？伊勿肯去，伊自家搿叫啥？穿了一条三角短裤啊！搿个叫啥个？我叫伊去。他这时候是一个人在家里，对不对？搿么肯定人是下去了啦，对吧？但是我叫伊下去，我讲侬去敲门去对，对吧？伊迭个叫啥个？搿人家人勿肯开啊！我讲侬勿肯开，我讲我就拿侬门就讲。就讲那砖头砸开来了，窗子啊。那么搿辰光，俺阿拉婆也来了，俺娘，两家头拿我从阿拉因为是书房有院子嘛，院子拖到外头有条小路，伊辣搿搭公开推了地浪向滚我。对伐？搿辰光我违规人交交关关，我本身侬晓得我做搿个服务新行业个，对伐？迭桩事体呢是搿能样子的。嗯。迭个辰光我是老房子。嗯。伊讲借脱个房子，伊讲也蛮多个。葛末其中有一个人呢，又讲是哪能样子哦？又讲房地一直套不着了。伊现在讲个又讲啥个房地又讲房地又讲拨我出去又讲等于这个买赢了啦，等于了啦。抵扣脱了。啊，抵扣脱了。迭个事体真的是没个，不晓得伊听了啥人讲个闲话。葛末伊几趟侪捉我。嗯。捉我又讲要包括伊讲早浪向4:303:00来捉我。这个事体呢是有的，因为这个天呢又讲我是加班，没加班，我电话打了㑚单位，对吧？那么我早浪向又讲是蛮晚回来的，又讲到第二天早浪向1-2点钟回来的。回来呢又讲回来，侬也晓得加班一时让侬么困不起，又讲看老早也不是黄带三级片哦，早浪向又讲4:00又来捉，又讲等于捉奸了，又来捉奸。捉奸呢硬劲是讲我和下头又讲房客又讲搞不清爽。房客外加又讲有男人个，啥不对个，对吧？讲我跟房客搞不清爽，不对个。那么侬这个事体哪能讲法子呢？讲不清爽个事体。伊曾经为人家为一句闲话，人家拉脱伊3个号头房地。为了一句话，房客就逃掉了3个月的房租费，这是何等离奇的事情！那么妻子陈女士说出这个事实，难道又是想证明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吗？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宝宝的学习能力超乎想象，惠氏精装四维营养全方位，学习能力好提升。I fly over mountains and rainbows to find you。四维营养全方位，宝宝学出高表现。
跟不上生活节奏，容易不在状态。还好有脉动，脉动富含维生素群，让你随时脉动回来。新芒果脉动上市。舒眸年轻在线，透视黑屏眼部基底精华，360度旋转按摩亮珠，冰凉触感，深度修护，双眸显得更大、更清澈、更年轻。兰蔻小黑瓶眼部基底精华，年轻双眸一触即发。亲临兰蔻专柜购买小黑瓶系列，悦享年轻礼赠。法国兰蔻。我订的书到了吗？还没到。这个。我说了还没到，明天再来试试吧。德芙赠上丝滑。丈夫离家出走，孤儿寡母的他们无依无靠。我老公说了，他现在跟别的女孩在一起了，都怀孕了，对了。十年青春换来一段痛苦无望的婚姻，大媳妇是要报仇雪恨。我全身皮的抽一点好了，浑身打一点好了都没有。我说哪怕我死我也认你，死我也不会让你家后院的。我都不会放过你。哎，你杀人会我都不放过你。5月5日晚19点，敬请收看《一呼百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年度大戏《韩信》，继《商鞅》之后又舞台历史剧巨制，2013年5月9日至19日倾情上演。订票电话6473-0123。心凉心飞扬。宝宝的学习能力超乎想象，惠氏精装四维营养全方位，学习能力好提升。 I fly over mountains and rainbows to find you。 四维营养全方位，宝宝学出高表现。我的头纱，看我的急中生智，真够快，可污渍也来得快。新奥妙去渍三倍快，去除多种顽固污渍，带来超快洁净。新奥妙去渍三倍更快更轻松。新老娘舅作为全国首档调解类栏目，这里有直指人心的调解。那个跟夫妻去结婚做啥？你觉得国家的隐患是啥？晓得吧？枪毙。惊心动魄的情节，最原生状态的真人真事，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免费调解，共建和谐。啥闲话？一句闲话，一句闲话一语千金啊！早生个好好，第三个号头皇帝。哎，哪只三个号头皇帝？因为我是搿下头房客啥，我是真的不大去跑啊。伊去跑，伊大概去人家问人家收水费，勿晓得收电费。伊就讲搿天呢，搿女的是一家头辣辣屋里。伊就讲，哎呦，侬搿只大姨讲是老性感的嘛，对伐？就搿能介一句闲话，到后头搿家人家搬脱，拉脱我三个号头房帝。你这个图是吧？哎，这个图啥个图我不晓得，伊搬脱。这有我。也年就是年画，就是墙壁上一个阿拉挂的一个立的片啊，哎，对吧？因为我是不进去啊。老早叫挂历，哎，挂历对个挂历。后头挂历，那么有这个辰光挂历才是比较性感的，对吧？哎，那么也是94年95年辰光，那么我到哎呦，这头发倒蛮性感的，对吧？后头就搿个男的就是拉脱我三个号头嘛。不是，你是认为人家是因为这句话才搬走并且赖了房钱吗？我不知道。人家用个借口，又讲我调戏伊拉老婆了。哎。那么这个辰光我才有几岁啊？伊拉老婆几岁了？伊拉老婆40几岁呢，我才有31、32岁呢。那么侬哪能不是既然问伊套了？哎，那么为啥道理讲我算了啦？那么，对吧？人家又讲眼睛要辣。哦，侬眼睛要辣。眼睛要辣，逃脱了，那么我也没办法伊啊。侬讲为这个事体去报警，我在哪里去啊？虽说妻子陈女士并没有拿出切实的证据来证明丈夫出轨，但是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何，我们也不能擅下结论。而观众老娘舅又会发表怎样的看法呢？我认为这男同志哈，可能是没多大事情，不过在外边也不要太那个叫啥了。阿姨是觉得程度没到那个程度，哎，多抽些闪光陪陪侬老婆，好话好讲讲，
以前你们也闹过矛盾，到后来几年不也是下来了吗？大家还是过得下去的，还是挺好的。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问心无愧的话，那你最好不要给你老婆造成这一个误区。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外遇事件跟他跟你老公打你这个事情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两码子事。但是我相信这个外遇呢，确实他不是一个假的事，他是存在。随后，裴律师想把妻子请进密室，但是在进密室之前，她必须需要从丈夫陆先生那里得到一个承诺。那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承诺呢？我想，先生侬搿搭头对伐？不要违心的讲闲话，侬觉得是否可以结束旧的？这当然。好啊，好。裴律师在得到丈夫的回应之后，随即便把妻子带进了密室。可是，在他们交谈了一阵之后，我们却得知妻子已经在去年起诉过离婚了，这真是令我们没有想到。那么，对于这种突发状况，裴律师又会如何从容应对呢？侬是不是跟阿拉讲一讲，侬是几时开始提出离婚？离婚啊？那么就从九年，九年，因为就是讲一只是家暴了啦，打了又开始打了。那么现在问题呢，就是讲辣海今年的2013年的3月廿一号，浦东法院判决不准离婚。侬后头又做了啥事体？我搿叫法，我寻了伊拉庭长。上诉。哎，伊拉。侬现在也上诉了对伐？来上诉了。哎，好，侬是4月1号提出上诉的。所以根据阿拉法院的规定话呢，两审呢伊拉会得继续去处理搿桩事体。㑚先生刚刚已经做出个保证，就讲伊勿再动用暴力，侬是勿是可以辣搿上头往后头退半步？退出空间了，侬继续去收集证据。如果有证据的，葛末侬辣离婚的问题上头，应该讲侬是可以胜诉。搿一段辰光里向一样要等啊，阿拉为啥勿好冷静的思考一下？裴律师是想让妻子陈女士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了错误的决定。也许一段时间的等待和沉思可能会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那么回到场上之后，裴律师又会对丈夫提出怎样的建议呢？今朝先生做出的承诺，跟侬搿个表现，全上海人来看了，甚至于超越上海，大家侪会得评论，讲侬辣搿桩事体是大度的，侬搿桩事体是宽容的，人家会得有评论。我希望阿拉能够看到的、面对的，是大家心平气和，结束过去的猜疑，放下拳头，然后来过一个冷静的等待期。至少6个号头当中，阿拉勿希望再发生搿种无端的猜疑跟不必要的暴力。就是无论如何，你眼前是有一段时间需要等待的，我们是先建议在等待的时间里，你来平静面对。所以我又觉得，阿拉为啥道理不可以克制自家的感情，对吧？不要举起拳头，那骂人的辰光就晓得后果呢？骂打能解决问题吧？假使不能解决问题，阿拉为啥要走这条路？为啥你不想到底？阿拉根本不要去骂人，根本不要去打人呢？搿不是更加好吗？是吧？所以我觉得阿拉这个和谐的社会是要从和谐的家庭，而和谐的家庭一定是个非常淡定的人，不要太浮躁，对吧？先生，侬也不要去怪伊用激将法或者有啥目的，就引起侬发火动用家伙。我就觉得侬只要自家守牢底线，绝不举起侬的拳头，可以了，可以，好吧？哎，好。